还有下雨，今天又是被边牧拿捏的一天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他俩吵架，我弄他，你看很乖吧，能安静下来。我就想着啊，一起散散步，缓解一下他俩这种凶神恶煞的氛围。你看两个都一起嗅闻，这很好，很放松啊，这让我也放松了下来，身材有点洋洋得意呢。快看，他在算计，想要在我眼皮底下犯事，他需要快准狠，跑外圈冲刺，趁其不备，打得人家那叫一个措手不及啊。小边牧毫无招架之力，被按在地上疯狂摩擦。事后他还事不关己，高高把头挂起。不要这样吧。